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而且老板还很赏识我，说今天晚上就能去上班。什么工作呀？工作是大夜班，薪水还不错呢。我说小花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上什么大夜班呢？又危险又辛苦，不行，我们还是出院吧。哎呀，妈，伯母，你伤口还没拆线呢，怎么能够现在出院呢？反正我不让你上什么大夜班，我们回家去啊。哎呀，妈，伯母，您就放心吧，现在的工厂都有专车的，而且华姐跟她的同事一块儿，不会有事的，您放心吧啊。是啊，妈，您就好好的休养，钱的事儿交给我啊。可是，妈，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眼睛调养好，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来操心。嗯，哎，行，那我休息一会儿。这个牌子的口红是好用，看颜色也正。哎呀，都几点了，包厢都满客了，你们还不赶快进屋去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动作都快点！哎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陈化，怎么慢吞吞的？还不给我快点？哦。哎，别苦着一张脸啊，要笑才会有生意上门。我知道了。记着，嘴要甜，皮要厚，身段要软。哎呀，喝一杯啊！来，三个五。哎呀，开了，喝了。请问各位有需要红酒的吗？我这儿有年份久远的法国红酒，口味甘甜细腻。哎，你把这杯喝了。喝了喝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喝了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到外面叫我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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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美女，过来一下。来了，过来，过来。先生，您需要酒吗？来来来，坐这儿，陪我喝几杯酒啊，陪我喝几杯。先生，你别这样，放尊重点。我放尊重你就没钱赚了，不就喝杯酒吗？你装什么呀？哎哎，过来过来来来来，你别。哎，张总，哟，哪位杨总？哎呀，这么好心情啊？哎呀，这不提高员工福利吗？这小妞就交给你了啊。难得我们杨总替你解围，你先干三杯。敬我们杨总再说。我不太会喝酒。你不会喝酒，你卖什么酒啊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人家不喝酒，就别勉强了。换个方式，干了。先生，我今天第一天做这份工作，我真的是不会喝。你要是不需要酒的话，我就到外面去，不影响跟我玩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哎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看着啊，第一天干这个脸皮薄是吧？没事儿啊，你给我个面子好不好？就喝三杯，三杯喝完之后呢，我再买你推销的红酒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么喝，哎，怎么样？来吧，啊！走开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家啊？哎，我好心好意想买你的红酒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对不起，我刚刚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我跟你们道歉，求你们放我出去吧。你甩了我一巴掌就想这么走了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啊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没有，没有。站住！跑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打了我就想跑，跟我回去！你就别再骚扰我了。我哪有骚扰你啊？我要买你的红酒，这就叫骚扰你啊？那我不做你的生意总行了吧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们还等着喝红酒呢，跟我回去。走走，哎，走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啊，他是我朋友，不好意思，他不能跟你们过去了。什么朋友？你认识他吗？我当然认识他了。你根本就不认识，别在这装了，给我让开！让开！别装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住手！住手！什么事啊？哎呦，这人谁啊？在这装什么老大？对，又不是拳击场。哎呦，我要买他的脚，还要给他小费，他居然打了我一个耳光，踩我一脚就要跑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把夜总会拆了。是他先毛手毛脚，所以我才……你闭嘴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好的说说他，您先冷静一下啊。这样好好教训教训。过来，陈华，这份工作就是得
嘴要甜，皮要厚，身段要软。你才第一天就给我捅了个娄子，还不赶快跟杨总赔礼道歉去啊！哎，杨总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我跟他说过对不起了，可他就是不让我出来。你不想做了是不是？客人永远是对的。你若是连这个都受不了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我是来推销红酒的，我又不是……少跟我来这一套。摸你一下，你少块肉啊！别装清高了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适合在这工作。来，跟我走。哎，等等，哪能就这么走了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杨总是我们这儿的熟客，您这样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把这些给他，算赔偿。哼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找我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今天真倒霉，居然碰上这种事情。你呀，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算你遇到了贵客。太过分了，就是。哎呀，杨总，你看看这是谁呀？别闹了。谢谢你，先生。谢什么？我这么帮你，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企图。我告诉他吧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宋先生，宋先生，谢谢你今晚帮我解围。我说你叫陈化吧？嗯。陈化，你就不该来这里上班，这儿根本不适合你。你今天运气好遇到我，我能救你一次，不表示我能救你第二次。你要再在这儿上班，下回你可没这么好运了。谢谢你，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不合适。那你为什么来这上班？我也真傻，来这儿工作还能为了什么？拿去吧。这钱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你有困难，我自愿帮助你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很需要这些钱。不行的，我明明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，还跑到这儿来已经够笨了。我如果再收下你的钱，就是又笨又贪。况且你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。那我也不勉强你了。你家住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，啊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只是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好，这是我名片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打给我。谢谢宋先生，再见。